脱骨小猪蹄已经脱下来了。马上直播，点击头像进来吧。圈圈长，小羊了，有面包，哦，太烫了。烫手，脱骨小鸡翅，一吃就脱。二师兄的鼻子，太好吃了。可爱小羊蹄，第六嘟嘟。油面包，加点小料。一包就够了。就有这个料才好吃。